到底是怎样一款国产游戏，竟然能让无数老外翘首以盼、拍手叫好？最近一款叫《高能英雄》的国产手游在国外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这可能是跟 Apex 手游的下架有一定的关系。就连国外 Apex 游戏咨询号都搬运《高能英雄》的内容，但是我看了些国外博主和玩家的评论，无论是游戏画面、英雄设计上，都让他们赞不绝口。一些老外主播更是直接开播猛帖，表示对这款游戏的期待，希望能有全球服。And believe me when I tell you, the game looks absolutely insanely good. I am so excited.For this game. Now, a lot of people are saying it's only going to be in China. I disagree. I truly think because the anticipation. Look at Octane. 甚至还有老外开着学习如何注册 QQ、微信等账号申请教学，就为了能得到游戏的测试资格。而知名的游戏老外毛子更是利用自己是国内主播的特权，去官方的要到了测试资格。毛子与呆妹也是直接一起组队游戏，热情的毛子开局就喊呆妹宝贝儿，呆妹也毫不示弱。当得知毛子的测试资格是求来的时候，好好的炫耀了一番。我是直接被邀请成为这个高能品鉴官的，哎，我就不需要耀中号，哎，真的是，哎，我也好想去耀中号，哎。呆妹虽然在团队里担任了辅助角色，但为了更高的给队友加状态，一直放出狠话，这把吃鸡穿皮裤。这把如果吃鸡了，好吧，我给兄弟们穿个皮裤看看。真的假的？咱就是说，这不愧是高能皮裤，高能英雄。毛子为了皮裤竟然在游戏里杀红眼。另外，看到毛子玩得这么开心，我现在算是相信，外国人可能真的对这游戏有着非同一般的喜爱了。Nice.